下，趴下，脚趴下，还有一个人，我上，我怕了，配合吗？快，手放在后面，啊，手。6月25日上午11:30，吉安分局获报有两名窃嫌进入寿丰乡观光学院，窃嫌见警到场立即逃逸，原警上前追捕，对空射击两枪喝阻，顺利逮捕其中一名林姓窃嫌。经查，二嫌分别骑乘机车前往，翻墙进入校区，以大力剪工具破坏配电室电缆线，过程中被保全发现报警。现场查扣电缆线54公斤。全案依刑法窃盗罪嫌移送，并持续追缉共犯到案。